他们活不长了。不是啊，兄弟。我操！你看起来一定是犯了什么罪。速战速决吧。上单蓝图加聊，他想干嘛？游走于刀尖之上。这把上路是绝世流吗？有一说一，这个很久很久没人用了吧？我真忘了，兄弟。我还隐隐约的以为这个东西被删了，我操！只有傻瓜才会为这而死。那倒也不用搬中了，我这一处理就行。又是一句。有的时候我们想要的节奏。哦哟，忘调了，我操！刚刚王塞拉斯调的那个按键。你的集中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直接补到七岁，这马就故意这么补的呀。英雄被康特，我们多吃经验就行。六级之后就有一个治病。最近我也发现一个问题，打这种英雄被康特的，我有点贪兵了，导致我们血量很大，导致龙打架的时候我就死了。兄弟，兄弟，不会吧？怎么这线成这样了？来个人去处理一下呢。我从不妥协。刚才就一直保血的呀，你看打架的时候我们打过了，起码不是一遍倒。他没闪的，兄弟，防头没有吗？什么鬼？这可我已经克服。速战速决吧。这就有点搞了，这拿助攻，他拿两个头，兵线还是他断，这不贪这个核心没必要吧？咱都拿了个人头了，皎云。这不能让他避啊，我让他避可能就出事了。不要妨碍我。别走了，回来吧。那我控一下线哦。这一波我的兵线理解让他亏一波炮车 ，OK。你看，他如果真回了，真一波炮车线全没，七个兵，一百五。只有傻瓜。能拖多久拖多久吗？拖到他回来的时候我六了，这样我们也不危险。试想一下，他刚刚拿着这么身上这么多的巨款，他六级打我五级，装备优势这么大，主播还能玩吗？这波打断他回城很关键，这是个伏笔。现在他压不住我，没有机会了。
别回了，别回了。他身上钱很多，但是他花不了。他现在应该在这个位置。享受钢铁的滋味。什么叫做运营？这就叫运营。哎，谁来帮我处理一下他呢？说实话，他这个我打动了他这么多次回城，装备是没领先，但是我的血量也不健康。啊，我的等级居然这么多，真是可怜。对对。不妥协，没回吗？兄弟，你小子还游走上了？他们活不长了。到底打不打？一会儿要越，一会儿要跑。速战速决吧。你应该觉得什么情况？感谢一只小雪人续费的守护，谢谢小雪人续费的守护。大气大气，把老板大气走一波，谢谢小雪人续费的一个月超大的守护。感谢支持，把老板大气走一波，大伙。不要，这个杜城让小兵吃。杀他一次，600。别给他拿，别给他肥起来了，不管啊。是，要果断，要狠。你的愚忠对我来 ，OK， 我已经尽可能的在压榨对面的，就是发力期了。杜城没让他吃，他三个头我也没让他杀我。那我现在，我接下来很难玩，真的。我觉得我下一步回家，我要买个红血晶。无处可藏，能送塔吗？各位，哦，送塔果断一点啊！喂，头痛，我从不脱个头了吗？哎呀，真的压力全都给一个人了是吗？给你准备了一点东西，叫做爆炸。他们活不长了。那压力全给我了，玩不玩？操！哦，想哭。速战不是啊。夜火不会是中路背锅吧？完了，这接下来的剧情我都会背了。我操，对位 MVP， 哎，算了，弹幕直接先喷吧。歇疼，哇，上路一塔要没了，来来来来来，
这人头不是我的，可惜了。那我很需要人头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这东西而献身。你吃你吃，这队友不管我，先给他了。先锋放中拿个一塔确实不够。你的愚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哎呀，看我操作一会儿。什么叫做压力之下逆转翻身？说实话，我们这都是属于是团队的，团队的结果。我从不妥协。好，杀一次就赢，兄弟，杀一次就赢，信我。他们活不长。速战速决吧。游走一过了，算了吧，那就。又来一个，这他妈不是我的。不要伤害我，毁灭吧。又珍惜每一分钱。妈呀，哪个人都不让，不要欺人太甚，我跟你说。一 K 没了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闪现，妈上帝视角干嘛用的？妈闪现刚才差十秒钟，还要我提醒是吧？怎么好意思发出这种弹幕啊，哥几个？两个闪吗？无处可藏。兄弟，难得上塔怎么搞？加油 ，fighting！ 荣誉蓬勃。你在干嘛，木剑儿？住手！这不是你能碰的。加里奥，别这么玩吧，加里奥，他把上塔全放了。我操，对面也挺懂啊，知道我们上路这么玩的，黄带爆破，十分钟拆一塔，十六分钟拆二塔。
变态啊！游走于刀尖之上。来，我们四个杀了吧。打得动吗，各位？目标有了，知道我下一波要杀谁吗？接下来我一个大杀一个人，刚好。只有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大哥，我们多对面四个头啊，怎么点了？交闪，那就死。他交闪也得死，我这波这个连招就他闪都得死。保我一下，阿克上 ，OK， 阿克上在那边。莉莉亚和落叶想要杀我，无处可藏。什么情况？喜欢亮表情，我看你能赢不？什么情况？从不妥协。有人嘲讽他了吗？这把我都没注意，兄弟。又是上把的恩怨局吗？他们活不长了。别搞啊，哈哈。这下午这天到底怎么了？速战速决吧！我要的是顶级的互相硬碰硬，不是各位来这里清算的，不是各位让我在这里狂坐牢的。别追！没病没病，这个真点到为止。我这个大招是补血。这就是伏笔！你在跟谁作对啊？你拿六个头在吓唬谁？懂不懂什么叫队友压力全给中路？中路最后奋起反抗 ，carry 起来。于中队伍来说，放开你的双手，把六扣起来，可以吗？这把对面打野还很恶心，妈一直放先锋保中路。好恶心啊！喂，来，我们一起走。你想抢龙是吗？啊？保中？保谁？喜欢恶心姐，快走快走，他阿克上来，活不长了。哎，我操！我知道你来了。哎，啊？真来啊！速战速决吧。
家人卫士呢？刚刚那一枪好像跟过来，家人卫士被拖了20。保一下，保一下。保一下，给他无敌。这个明刀司令打不动我。好起来。不要妨碍我。拿了眼上路的眼，我得放下路，把我吃尸波星。只有傻瓜才会为了利而牺牲。然后丽丝的一个眼，这把我说实话真的很被针对吧，大伙儿，你们应该看得出来。但我们现在什么数据？22分钟，200刀，杠0杠4，15级，全场等级最高，反压克上2级。这小子6杠0开局，所有的资源全给他了，太难玩了这把，真的。这把全是各种反感科，反处理。哦，对，躲一个 Q。无处可藏。能杀吗？要不算了。明刀救我！哎呀，明刀你在干嘛？明刀，两个闪，莉莉亚交大了呗，应该交了。飞过去，哎。因为这上路挺恶心啊，先拉个公里员五，让我大刀更快一点。不要妨碍我。哎，没事，这波其实不亏，他们两个没闪，下一波全面伤。傻瓜才会为荣誉而献身。那边打起来了，不能让他们过去。让他过去的话，我们杀一个，阿克上杀一个，复活一个，白杀了那就。这波为什么之所以这么去硬把他杀了，是为了我们这一波团。他复活人怎么玩啊？你的愚忠对我来说，思路是正确的。他没闪了，搞他就行、是。
他没闪，开的。大龙，大龙，大龙，稳了。无处可藏。别去了。打了一把，感觉还是需要我来指挥一下团队。他们活不长，赌博的思路肯定是清晰的一品。没闪，他没闪。哎，我明刀怎么还能控我？明刀你在干嘛？明刀，假货是不是？啊？他还能杀人啊？兄弟，杀个加疗就算了，杀我就过分了吧？别开，别开，别开，别别看他们就两个人，杀一个人他复活了，直接五个。不过阿克斯这个全肉乌迪尔居然能杀人，是我想不到的，怎么做到的？买个奔蓝吗？奔蓝什么效果啊？奔蓝，我现在钱不太够。又是一具阴沟里的尸体。花钱吗？来，阿哥上，你现在来看看，让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压力。无处可藏，我来，我来。逃不了的，兄弟。野区的王，你跟我开玩笑了。跑车。闪现冲刺普攻50块 ，OK。拿下这一把我们的男刀，真潇洒。这把我说实话压力最大的应该是中路吧，队友不管发挥的怎么样，压力全给中路了，因为人头到最后全给中单了，对吧？我一次都没死。